2014年与韩籍导演结婚后，2016年诞下一女之后定居韩国。去年演出电影《分手的决心》，再创事业新高峰。而近日，汤唯为国际精品品牌拍摄秋冬形象照，然而其中几张照片却引起讨论。只见汤唯身穿黑黄色调的印花裤装，手拿着黑色大包，眼神和表情看起来像是没准备好，整体状态不像在拍摄形象广告。粉丝看了纷纷批评太草率，完全不知道摄影师在想什么。还有网友直言汤唯是不是在韩国待太久而失去状态。不过仍有粉丝抱不平直呼气质炸裂，超美的。另外还有一张汤唯身穿粉色上衣与浅绿色的百褶短裙，立体感的设计让人看了纷纷笑说像是哆啦 A 梦里的静香，在网上掀起热议。you